我们来问一下尖耳朵的阿凡达妹妹，今天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展示吗？你的才艺。你就自个儿说了吧。哎呀，还有，我已经展示了两期了。哎呀，拜托再给我们来一期嘛。有没有更垮的？有没有更垮的才艺？我给大家唱个越剧吧。来，会戏曲，什么都会。你是用变声的麦还是用原声的麦？都行，原声原声原声。哎，我这样好不好啊？就已经到第三期了，那如果再用变声的麦来唱的话，其实也找不到。对呀，对吧？对啊，我们还是原声原声的麦。用好哥，把麦给他啊。给我们放个水呗。戏曲是你的强项。对。嗯。别故意演就是。来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是一朵青云刚插绣。知道他府内插马人情妇，却引来哥哥亲戚非所虑。外星人。